王嘉良与许维恩在2021年登记结婚，并于日前终于迎来宝贝女儿的诞生，正式晋升为新手爸妈。而他11日也特别把爱女打嗝的影片传到家庭群组分享，即将画面中可以看到他裸着上身，抱着正在打嗝的女儿。结果没想到王妈妈看了，却问他：“你怎么会传维恩亲喂的影片？”王嘉良一开始还看不懂，后来再看一次影片才意识到妈妈把胸部的主人搞错了，于是无奈笑说：“这不是维恩的胸部，是你儿子的。”贴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笑说：“这个角度真的第一眼会误会，不能怪王妈妈，因为王嘉良胸肌实在练太好，也直接笑翻不少粉丝，实在有够有趣的。”you